愿我能行，能够生存幸福。我回心要向好走去，那是真正的离经叛道。在下小星辰，这位是我的好友，名叫宋朗。我与宋兄为投身世家，因得青雀园传承，众志同道合。作为聂宗子，手下有一得力副使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害人无数，可我一心只为要害你。我走。从此后吩咐西东，不如祖父有马一双，人淋漓死神最朝暮高潮过，写去人间庄后。关公子好剑法啊，敢问您防身用吧。阿渊，再这样跟着我的话，把你当萝卜种在地里喽。嫁入家中，你就做我的下属，一辈子扶持。